子现在在等什么？我操！我是王爷，所以今天有 DJ Black 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又回到了 Highland Tower。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站的场景有一点不一样？对，后面就是那个很高的门，这边就是那一个被锁住的门。可是哦，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啊，是完全没有被锁的，我们也不排除里面有人，也不排除是好兄弟开门给我们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是打算要进去里面拍一下新王爷开炮，现在我们就进去里面。什么？啊！什么东西？我靠！我买过第一次从这个地方进来里面，然后在这里我就感觉到温度有一点不一样了。至少我们是这样子光明正大从正门走进来。这就是一个被拦下的地方，就被。拦下来的，这从这边这样拦下来。那间房东这样子拦下来。他这房门是建一两间，然后这边就是那时候拦下来的地方。遗迹啦，遗迹。我第一次从这样子，这个正门这样子进来。应该会被别的 YouTuber 打脸了。为什么你不用从这门进来？我对啊，我从正门进来，光明更大的进来。好的。只是要当心一点，要小心一点。那几个就是从那边进来的啦。谁？喏，可是有人在里面啦、啊。有人在里面。有人在里面嘞、欸。有人后呢？有人后就跑啊！跑！有人，快点跑哦！我要跑啊！快点啊！哇，快点啊！快快！突然有人啊！他们已经看到了。你突然有人啊！剪不可以拍吗？剪不可以拍吗？快点跑剪！先不可以拍啊！快点跑先，跑先，跑先！你跑先啦！你等什么？我等。第一次这样狼狈耶，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进的后路。没有办法，有人在那一边，应该是当时候那个承包商啊，他刚刚还跑出来嘞，不过我们就快点走人了哦。不过我们也是经过好兄弟的允许，我们才进去的啦。我是讲真的啦，不管地是谁的都好啊，都是他们的地来的啦。好、哦，应该要尊重人家的地、啊，应该尊重啊。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纳豆宫这里啊，青面纳豆这里，然后 maybe 就是打算直接在这里拍新王爷开炮还是什么，不然的话。等一下人家追上来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叫做迷信？人们都沉浸于迷信中，不管是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都好，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民族、种族都好，他们都有迷信的信仰。你很爱的啊？你可以站直一点是不是，这样子。那些肆意破坏啊、撒尿啊、喷气啊、涂鸦、那些之类的，其实这也是多也是在好玩吧。可是请你们尊重这些生命。Okay, 现在已经拍完了新王爷开炮，刚刚是随便找一个路边这样子拍啊，估计我回家又要捡到半死了啊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又走回去那个Highland Tower这一边，希望不要再有那些人出来了啊，真的是有一点怕怕了。可是你们就被讲了，王爷为什么？鬼你不怕，反正你怕人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有时候人比鬼还要可怕。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个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，可能是承包商，也可能是卖毒的。等一下我们飙一下，你们就看不到我们了，对不对？飙一下就看不到我们了。乱传啊！乱传。然后上次呢，就是在这里看到那一个叶子摆动，你很不寻常哎，寻常。怎么那个叶子突然间这样动到这样厉害？风很大。什么？你看其他的都没有，这个是一个荒废掉的物质来的啦。
不过已经进不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，我也不打算进去，等一下那边一大群老高拱我就完蛋了啦。答应过他们一个月会过来祭拜他们一次。实在那边很不明白，一个海门塔尔1993年倒塌，荒废到现在也差不多超过20年了，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不要发展？而且还是有 contractor 哦，有承包商已经接下这个海门塔尔这个地段了，为什么他们还不要翻修？值得让人怀疑的事情啊。这一间呢，是那个时候有几个叛民小组过来这边，在外面拿仪器来侦测。是确实这边是有一些东西存在啊，还是鬼屋来的。第一次拍摄拍到这样狼狈，这第一次拍摄拍到这样狼狈。我们计划在船啊，所以就是每次啊，就跟你们讲不要随便去这种地方。我刚有练过了，只是今天失误罢了，有承包商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就要跑了。这个是属于私人土地来的，我们不可以乱乱进的，乱进的话就被抓了。虽然这场不刺激，这场还叫刺激。我们被照出来了，这个才叫刺激啊 ！OK， 没有一场都市传说是这个比这个还要刺激啊。没办法，我那一次什么东西都很刺激。是啊，带塞的。现在要送他回家。没有啦，送他回家之前当然是带他去黑一下啦。送我之前还在吃一下吗？哦，送你之前应该要过一下礼啊，那一种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不礼哦，啊，送你还要撒花哎。现在我们要去上妹妹的师弟，带他去吃一下好吃的面。我不可以讲那些面的名字，因为这样子讲的话，我现在我在帮他们免费打广告。吃了过后就去再打太鼓一下。对，就去打太鼓一下。对的，这次我应该这太鼓我没有拍到啤酒。不，我们及时出来哦。也许可能是明年呢。真的啦，每次回到 DBS 就是我要回老家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这次不是我回老家，而是我朋友回老家。是我啦。啊，麻烦的要死，还要陪这条粉哥进来呀。这条粉哥，哎。我那是粉哥。啊，你不是粉哥，你粉肠。今天吃鸡吗？早上起来。啪啪啪。我也不住怕老虎。今天起来去玩点破烂。不过嘞，但昨天我就认识了蛮多朋友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点订阅，顺便来铃铛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很赞的话，点一个赞；不赞的话，分享出去还有我的副频道。不要忘记还有我的频道、我的 TikTok、我的 Insta、我的 Facebook 那些之类的。啊，我通通会跟他丢去下面了哈。那个画面不够放啊。不要乱丢我的下面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拜。就遇到一个人，你好，白色。Oh my god， 忘了，你认识我吗？当然认识啊，然后哎，你的抖音很顶，你的 effect transition 哇，刚刚还在买套拍的，是，你每次出来都拍的，现在拍 vlog， 临时拍 vlog， 你出来吗 ？Hello， 嗨，晚上知道我是谁，我真的是有一点，没有啦，你的抖音很出名，今天出来走走。你跟家人出来走。OK， 等一下可以。我也忘了讲话了，紧张。你的小迷妹应该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是乱撞了。没有啦。等一下跟你拍一张照片先。可以。OK。你的眼睛是没有镜片的。没有镜片，戴了装逼啊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I'm not sure if you're